中华职棒2015年球季热闹开打，也是中职进入第26年球季。如同了Amigo桃园队迎战中信兄弟，开幕赛入场人次超过18000多人，打破历史纪录。中职各队展现新风貌，吸引更多球迷。除了Amigo Girls 大秀舞技带动全场，开幕赛挑战新噱头，让主播徐展元从45公尺高空弹跳。为新球季投出第一球的开球嘉宾，则邀请罕见疾病患者林子琪。带着爱与勇气的他，一上场就让全场球迷感动万分。许多球员的奋斗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就像中进网乡长陈宇勋的永不放弃。人生旅途中难免遇到挫折与阻碍，我们都要坚持到底。林子琪用自己的故事鼓励球迷，也给予球员力量，为他们加油打气。开球仪式后，桃园队球员陈宇勋走向前，为这位生命斗士戴上属于他的职棒冠军戒指。假如没有人鼓励，没有球迷这样鼓励，可能有这个戒指也没有什么意义吧？对啊，因为付出是人与人之间最怎么讲，就是最感动了，最值得。星际首战开出亮眼的票房，场内打得火热，场外活动也热闹万分，让本季球赛回春气氛浓厚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桃园报道。